今天评噱头范冰冰版武则天拼胸。如今的电影电视剧不玩点噱头是难以脱颖而出，为了吸引观众眼球，各类奇招也是层出不穷。近日范冰冰版武则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大型媒体见面会，除张峰意外，主演范冰冰、李治廷、张庭、张勋等主演纷纷身着唐朝服饰华丽亮相。由于唐朝流行胖美人，因此为了展现丰满姿态，当天女演员们纷纷半露酥胸上阵，这呼出一出的服装设计真的是太大胆了。首次饰演反派的张庭就忍不住对姐妹张馨予惨下咸猪手。比如说我走过他的时候，我去看他，哟，哇，就这尺度，记者们着实有点担心呀。而范冰冰作为一代女王，更加是锋芒毕露，这是要让摄像哥哥们都流鼻血吗？唐朝的女生的裙装的襦裙就是这样的。你看到所有以前的唐装戏，其实都是这样。其实我们原来想让男生也要露一点，其实风衣大哥不太愿意，所以这个原定的想法就取消了。小妹妹，没事，广大少女有李治廷看就可以了。